放给喜欢的人，那当然不一样。参考书对你有什么用？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这么没主见。大学生，黑咖啡。太强烈的阳光对薰衣草来说，反而是种负担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前面有皇冠标志的都是我们店里推荐的，都可以试试看哦。可是这些我之前都喝过了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啊？这样啊，你到现在喝了几种咖啡？最喜欢哪种？要不要试试看拿铁呢？加热牛奶跟奶泡，喝起来会有种微甜的幸福感。要不要试试看？拿铁哦，好啊，好，请稍等。哎，早啊！好久不见。那你看，我这么放杏子，我把它放在店里，还蛮漂亮的。你看你想放哪就放在哪吧。谢谢你，我不会忘记我喜欢过你。
你听过一见钟情吗？两个素昧平生的人，每天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，遇见相同的人，重复着相同的事，直到某一天，某个开关被转动了。